十二分钟。没有，录一下说祝贺死有没有？有没有准备？讲一下。已经进场了。掌声来陪伴新郎新娘们在通往未来的幸福大道。另外，如果您呢，我们是在走到旁的座位呢，我们可以拿起您桌面上的花瓣，因为每一片花瓣都象征着您最美丽、最真挚的祝福。恭送还有凯琳一同登上舞台，一起来接受大家的祝福。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呢，感谢现场15嘉宾朋友的莅临。而在一起呢，我们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贵宾莅临现场，要代表大家我们一起献上最真挚的祝福。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直接的邀请欢迎的是前华视的董事长周荣生周董事长来到我们现场，来我们掌声欢迎周董事长。双方家长、各位亲友、各位嘉宾，大家午安。今天是双城。